这就是索菲亚一个非常屌的建筑啊，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城堡。我这几天呢，其实一直看到它，啊，经常从它旁边路过，但是我只是远观而没有亵玩啊。现在我今天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城堡。哎呀，这个城堡太大了，太大，有点像那个圣母百花教堂宽啊，不太好照相，不太好照啊。哎呀，你看这边的游客的话，都是来这儿啊。这就横穿马路的人看上了吗？因为它是青石板马路啊，很有意思。太阳一晒呀，人就打喷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是个教堂，这应该是个东正教的教堂啊，东正教。盖得很肥，看上了吗？这个东正教的教堂啊，跟这个穆斯林的教堂还有点相似啊，就是宽，整体感觉非常的肥大啊，就像吃了特别好的人似的啊。现在我们进来，这里面就是这个教堂。那个大妈管我要钱呢，我也没有啊，关键是，我并不富裕。哎呀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这没有一种文字我能懂的。哎呀，这里面就是耶稣受难记啊，这是。This museum is open. 这是卖货的。